整只船被拉着走，看到没？请问一下是用什么饵钓到的？我也不知道马兄什么。好。Vibration。还在、哦、还在还在，他冲上来了。哎，不是，他因为那个在卡到树枝啊。对，嗯，然后从树枝冲出来，因为他在树枝上面磨。其实狼鱼它会，哇，不小哎、欸。这个我相信赖同学一定会把它搞。他拿的一定不是土拉拉的杆子，他是真的吗？五九，但是一定不是那个什么那个一只飞鸟的，什么一只飞鸟？他现在都不讲话，因为一只飞鸟的那个成本是这种。他最近在搏鱼，看这只鱼要掉了。我今天早上中到这里，用路亚中了，都蛮开心。嗯，我是用百鬼弦中的，结果他是百鬼弦第二下、啊、出去又回来又中一只，然后直接就秒了，直接就秒了。再帮他录。夹到。阿果，你刚说我什么？啊，你就跳下去就好了。是可杀不可辱。是可杀不可辱。路亚掉的，好不好？哦耶！讲一下，什么饵钓到的 ？Vibration。耶！我早上是 Vibration。来。又拍一下。给我一个最后的胜利姿势，我来做个。录影的 ending， 我去把鱼拆掉，来举起来。哇，我们刚好挡在中间。啊，没关系。左边进来画面的是这边的那个银主老板。耶、yeah, ，再来过来是我们的阿国大大。后面的那两位在解鱼的是我这次的主角。马俊，把它举起来。举起来，我还在录影。他在录啊，他在录啦。我还在录哦。先给药头。举一下，让我再看一下。举一下，可以吗？太重了。好。好了，那既然不要这样拍，赞。